要点这边，好像看了一到眼，了吗？下面看错，对。开过门。这没过来。我勒个豆，好准啊！躲一下。啊，不都不漏的，那就在这边吧，迷你蓝标这边，那个蓝标二楼。我见你来的很近啊，大概或者那个三层楼。他跟我从左把一标都抓了吧？屁股有一个，标绿标二楼。翻了翻了，我这个翻了，我这剩我这。我看到了这个，这房子里，蓝标。我进来嘞。我架一下那车，马上。这边窗口。窗口，右边第一个。爽爽的空摘两只，走呗。你约我。房子要别那个，你放里。压压不上来，我压不上来，他倒了。二楼有一个，幺二层有个。幺二三没倒，幺二三有一个。三刀。那是救的吗？你这 JP 跑过来的。三刀。这 JP 哦，幺二三有，幺二三有。不是，你想救他。冲烦了有点，我们看这队呗。倒了，和我们的倒了。这绿丸开挂死人压上了，这应该是绿丸了。走吧。三个人在外面站着啊。各打一枪。我再从左边直接拉到大左边过去。我两个被打个药啊！脸上就有个，没枪嘞。跑了跑了。找这个打。坦白，咱平房后有一个。最后一个，四刀，就在脸上，抓住他，面。没办法，兄弟，我第二颗白吃的太白了。到了，炸了！绿丸，二楼，小婷在你对面呢。
键盘是不是？对不起，键盘有毛病。键盘跟信息的问题。你笑什么？跟信息跟信息没关系吗，大哥？我来我。你说在对面。着急拉安到了。漂亮漂亮漂亮。我来了，直接。一楼一楼一楼，看到了，标点这边，后门。就你这边，帮忙啊！我在加隔壁，我在加隔壁。我漏了一个。隔壁二楼一个，然后绿标跑过来一个，隔壁俩了，至少俩。四楼。我下五秒。啊！哇！大哥，我后面我。你怎么就？没咋。我这儿了。哦。枪呢？哎，来车！哎，啊！我走了，没了，要走了。干嘛？来就三个，撤退。喂，腿儿的一个大哥。你这夸张了，看到我了，这怎么就能看到我呢？白挂，这怎么就能看到我？这应该是个挂，这是个挂，看到我就不干你了，去炸他！我雷都来了，点上，我加右边，我加右边。你后面哪里啊？我们感觉所有人都在打我们，右边带不了这封烟，我不知道呀，那还是我要大开麦喊，就让他补我呢，大哥。左边跑牛逼呀、啊。